大家好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前两天由张翰担任制片并且主演的电视《如果巴黎不快乐》曝光了剧照。这部剧是由张翰、阚清子领衔主演，林深、张雅梅、刘常德、刘烨、郭子谦、李颖、张国柱主演。男女主角的剧照咱们已经见识过了，今天官方又爆出了其他人的剧照。张翰饰演的是剧中的男主佟卓瑶，和阚清子是第二次饰演剧中情侣，不知道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。还顺带的附上了一张剧照，阚清子和张翰两个人的剧照，看剧照还是很唯美的。谢谢收看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的优酷子频道，订阅我的优酷子频道。